你们两个去玩，快！台主跟莫德去玩，快！我已经跑了。Mandy 去送货，快！ Mandy 干嘛？送啊！去啦！欸，没人要送货，等下时间要到了啦。Mandy 啊 ，Mandy 又不上车。好，我送，我送，我送。这个人是一个很欠扁的干爹啊，兔崽子的人啊，都在欺负他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欸，微微啊，他是射我，对啊，微微哦，没事。刚刚互打啊，我想等一下，我车要被扣押了，还硬要骑我的车，结果被杀了。抱歉，我应该不能，我应该不能标点，标点你们会看不到，哎。你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有用吗？你不要应该可以吧？先来一个，哦，先这个好了。都可以啊。你们点有被抢走吗？没有啊。啊，那就好。啊。好喽。我把他灯打掉。你怎么把他轮胎打掉的感觉啊？你不是说打灯吗？我在打灯啊。原来是打灯啊。那他的灯是在轮胎的位置，然后会转圈圈的吗？你是把车给打爆啦、啊？好像是耶，尴尬。你说好了打灯呢？有灯一个掉了。人好像死了。哇，这个人打灯打到人头上面去了。等等，憨急症吗？我没憨急症的。哦哟，要求我，啊，车门打开了。脑袋很容易爆哦，有了，这可以完美。啊，这边太拥挤了，算了。哇，哇，哎、欸，先说，留我放到地牢讲哦。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怎么车子瞬间消失？这怎么突然不见了？对、啊嗯、哇，有人来啦！放车怎么一群突然不见了？为什么说隐形消失掉？对啊，他死掉了、哦，这怎么上去嘞？这里。Oh my god！ 哎呀呀呀呀呀！乱来！我觉得进来这个战局的人应该都会吓死了，怎么一个帮会那么多人？难得有这么多人的帮会、欸，哎呦！是他对不对？算了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那你说我要怎么下去？这里吗？呜！诶，这里要怎么下去？旁边吧。看到了，这啊，下个点。那哪一个？海上。不行，这个先好了。我要怎么上去呢？另一边，这边能走吗？我不知道。呼，好喽。我们叫的好惨哦！你是不是准备要挂机啦？谁？你？我吗？四点半了、欸，不然快四点半啦、啊！我知道，就送完啊。这个是谁的钱？我的。音乐的。想乱来吗？没有没有。你要花多少钱是吗？
啊，没有啦，哈记，哈记，宋师办明天的晚餐就靠你了，嗨，什么？这个太贵了哦。可以啦，你看30万换一餐可以啦，300块才140万，30块才14万，可以啦，我觉得可以啊。所以如果谁你说这个多少钱？你那一台车差不多30几万啊，那差不多60块也很贵耶，对耶，好贵哦。哎、欸，旁边的枪手做事啊！哦，我在帮你标点哦。我们被打了、啊，枪手啊！我这个方向我完全打不到、啊。有人他们上了台要地雷了。是你一直按喇叭吗？啊？是谁一直按喇叭？我不能按喇叭，我按一直放地雷啊。像这样。他说有喇叭。你说这个是喇叭吗？砰砰！不是不是。我是听到喇叭声诶，没有啊，我没听到。啊，完了，闹鬼！不要讲这么恐怖的东西，我在找女。真的，我一直听到吧。我是没听到啦。你那你再按一下一脚啊。好吧。我是没听到啦，你是有听到吗？我是一直听到吧，然后没有停的那种。我是没有啦。要睡觉了，晚安，晚安。不是他，你不要打他，是摩托车。哦哦哦，好。哎、欸，哇哇哇，这台车瞬移啊！它瞬移，好可怕！哎、欸，这人标点怎么标歪歪的啊？歪一点点啊歪一点正常啦。对啊，你看哪像哈记？为什么感觉这里？我为人正直，可以吧？正直是吗？对，又正又直是吗？对。下一点，下一点。你没看到吗？我还没看到你标点啊。哦，没有，有想到他有黄线的。还没啊，还没啊，还没有黄线啊。等下你标在、啊、标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这你在标哪里啊？这里啊？有这个吗？我写目的地啊。最后一个点。哎、欸，这是另一个的，这是我的吧？这是我的最后一个点吧？我看不到哎、欸，我看不到你的下一个点。啊？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好、啊。你看不到、啊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看到协助运送武器到最后一个点。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。对啊，我想说你标哪里啊？怎样？想打他、啊？等一下，我快耳鸣了，一直叭。我这也是没有啦。你确定不是旁边的蚊子吗？你要不要开门？你的耳机拿下来看，是不是现实的声音啊？搞不好你家人在拿那个棒球，人家用的那种叭那种。对啊，我刚刚看这边没有点诶、欸，不是竞选的那一种吗？哎，对对对，竞选那种。那搞不好在你耳边叭嘞，你要不要回头看一下，家人是不是？哦，真是有够吵！然后叫你都没反应，照这样扒你。对啊，叫你洗澡你不洗，照扒一下。啊、好、哦，那扒发大财，发大。哎呦，你鬼是几点啊？已经晚上3点了、欸，没出来。哎呦，我怎么跳太高了吧？这个位置不是这吗？算了，最后一个点有其他玩家，小心哦。哦，他要干嘛？打架？不知道，看起来是没队友怎么样了。打架？玩 gay 玩 gay。不过那条路上现在就有警察在，他这一堆警察，欸、在巡逻是吗？就是在打那个玩家。哦，好哦，死啊死啊死！还有谁要玩 gay 这个吗？玩 gay 宝典，哎呦，好赢了，凶巴巴，那个是 NPC 吗？就是这个啊，哇 ，NPC 不小心撞到警察，警察会对那个 NPC 开枪哎、欸，会啊，
哦。到了，噔噔噔，离开这个区域。跟你老师，雨月，你知道你那个喇叭啊？哦、你走掉，他还在扒，很大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走喽，走喽！不要撞警察啊！抱歉，我还是撞到了。完成，完成。好，我先去录影了。好，拜拜，啵啵。哇，原来有还有时间哦。叫个车。啊、等一下、啊，对哦，我先去补一下我的货。我去补货。好。啊，抱歉，从你们车上经过。好亮。这战局怎么越来越多人啊？也太多人了。对啊。Hyper Panda， 哇塞！哇！30等，而且他的头是有猫头鹰头，对啊，那是戴面具吧？猫头鹰面具，头两个了。嗯，又可以戴浣熊面具啊。嗯，你有用啊？我前阵子有一阵子都是戴着浣熊面具。看一下哦，谢追随。风格。树，配件，面具，要现在不行。他自己杀了一个罗罗。嘿，那个罗罗不见了、啊。面具。啊、哦。嗯，我快飞到了。我们要抢货，还是我直接用钱买好了，换下一个这样子。等我一下哦，等我飞到。啊，我先解散好了啦。我只是去买货而已。啊，看你们下一个谁要？我那边没有。你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也没了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今天就是一单就是直接送完，一单就送完，一单就送完。哦，那你夜总会呢？夜总会我四五点有送过一次，我再看一看。好。嗯。哇，这雾也太浓了吧！浓雾。帮会等级59，啊，怎么可能过去啊？直升机耶、欸！你在解那个公开的任务、啊？那超窄耶、欸！啊，直升机不行了，无聊。哎呦，嗯哼，菠萝蜜呀，咻，来晚了，也快关了啦。差不多了吧，等到货送一送就差不多了。没事，剩他几了。嗯，你们看夜总会，我去看一下。好，他记得送完就没有其他的人了、哦。三六安安，应该是没有了。Mandy 应该也没，他也没地表什么的。嗯，杰瑞嘞，我好像空了，可以送可以送，来看一下。
我现在我先回地板，我看一下。上面飞过去，他明就是说桥下飞过去，跟我讲说上面飞过去。那飞桥下，一定要飞桥下才会算啦、啊。一定要飞桥下，他桥下有个点，他圈圈在桥下。没有圈圈啊，嗯、经过就好了。没圈圈啊。通力个棒。那个用小型的飞机比较好飞吧？对啊，小型飞机或是……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刚刚那个真的很窄。好，开这台去未来去玩。现实飞过最多桥下。飞起来，起飞啊！哦，有了，有飞起来了。你知道怎么了？嗯、知道了。哦，夜总会8500，好少。我夜总会现在目前七个，我只开2个呀、啊，所以很少。哇，这个够小，这个够小。供销台。不嘟。飞起来！太难飞了吧！还有哪里有桥可以飞啊？哎，我的门。是飞机的门关不起来，这个没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它不会漏风进来吗？这里是哪个桥啊？哦，底下的桥吗？飞机好晃，真耶，我两个了。下水了，抱歉，飞太低了。我还以为我可以撑得很远呢、啊。我的暴君不行，不行啊！你想用暴君啊、喔？他地图上有蓝色的那个飞机啊，跟直升机啊。Q Q， 哎，他在倒数了。他突然有很嗨的音乐。来不及，不太远了。耶！结束。7000块。6500。第一名、第二名只差500块啊。嗯。第三名就是那500块。这个还不错。所以还有人要送东西吗？牛、no. no, 那关台咯，关台咯，关台啊，关台啦，今天就这样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阿皮那边再想办法申请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鬼岛那边到底怎么申请，不要爆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一个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，拜咯。
我去睡觉了，好累哦。